会啊，庙会，庙会的，下雨上帝庙。哦，那算是半价哈，南庙算是半价。马上出庙哈，起价就3个钟头。哦，这么大天，天热到270。现在可能是要去慈惠堂那边，经过有几个天了。哦，可能是要去那个慈惠堂那边。下雨了3倍了，以前300，3-4倍了，还有黑豆了，黑豆做酱油了，黑豆3-4倍，鹅了，好像鹅了，后来增加了文旦了，文旦了变4倍，花椒酱，花椒酱，哦，它经由那个邮局这边嘛，可能要去慈惠堂那边。进来慈惠堂啦！种菜能种这样，供水的还有，好吃润的是布啦，布条啦，那下半是放那个水，布条会吸水的话，布条再接到上面呢，上面种植物的地方。啊，迄要去朱伟堂啊，要去朱伟堂啊，要去朱伟堂去，要去朱伟堂啊。哦，神教正道就是要去慈惠堂那边啊。哦，北边东兴国兴。正前方下雨农会，下雨农会，下雨农会场，超市，南汇仓库，右边下去，哦，可以找到慈惠堂，慈惠堂在想，在想，哦，啊，一丢掉的火门是这样的。啊，庙会了，哦，庙会放鞭炮很大声，到底是要去，哦，就有这红甘蔗，就有这样甘蔗，哦，好，这样子，哦，原来要去慈惠堂是要从邮局那边过，再往前，再往前到爱小火堂，对，中华街。再往前，那到太小会堂，往南边再走。